女人找情人到底是图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啊，其实一个女人找了情人无非就是这三点。第一个呢，寻找激情、新鲜感，这个跟男人是一样的。大部分男人在婚外找一个情人呢，也都是寻找这种感觉。那女人也是一样的，合则来，不合则散。相处一段时间就开始对你冷淡了。第二个，那就是因为你身上有资源呗，有物质，你在资源上能够给他一些帮助，能在物质上给他提供充分的满足感，那么你为他花钱，你为他的各种的付出，他都会坦然的接受。一旦你的付出减少或者是不再付出了，那么他就会马上离开你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找一点温暖的感觉了。也有一部分女人呢，在婚姻当中跟老公的关系是非常冷淡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她想找个人聊聊天咯，互动一下呢，找到一种真正的亲密和美好。所以啊，无非就这三点，没有其他原因的。